大家好，我是志杰，我叫朗阿鲁。我是 Rex， 大家好。你没有讲说你没有出专辑啊？哦，对对对，我们这个月出了一个专辑，啊，我是原住民所说的平地人啊，自己是原住民所说的原住民，对，那我们两个人的组合，我们就是盼望可以有更多的合一，然后盼望有更多的彼此的互相的扶持跟互相的爱戴，这样子。Yeah. 今天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场演出，对，也是第一场演出，对，也是我们这一辈子第一次演出，所以谢谢大家，给我们掌声好不好？加圈圈。因为他们的类型，他们的音乐类型哦，非常的漂亮哦，是什么？拉丁吗？然后给好，好好欣赏哦，掌声，等一下哈，掌声加尖叫。谢谢，掌声。